县长陈聪啊，昨天呢、啊、接受很多报纸的专访，这是《中国时报》写的哈、哦，说啊，政府什么时候会对美牛进口问题表态？行政院长陈聪在本报专访中，虽然重申一切交由专家文献做评估，自己无预设立场，但他也说，比培林呢、啊、毒性更高的乙型受体素。俗称瘦肉精，都已经添加在国内气喘药里面使用，为什么不能用在猪牛饲料的添加物中呢？哦，他说目前美牛使用的就是培林这种代谢又快、毒性又低的种类，若通称瘦肉精会产生误会啊。哦，那个徐老师，你这意思什么意思？洪毅他就是要开放啊。嗯嗯，他真的是法国狼哎、欸。嗯。他号称自己是法国人，这不是我抢他的哦，他自己讲。所以今天为什么气喘要用那个气喘药？气喘是病、欸，嗯，今天是为了治病才怎样？用忍受副作用，对对、嗯，才用这个副作用。乙型受体素，对。我们今天吃牛肉、吃猪肉、吃鸡肉，是因为有气喘，所以要吃鸡肉吗？我们是正常人、健康的人吃，今天气喘是不得已有病。我们的。行政院长会分不清楚，很多药其实有副作用，可是为什么非得用不可？因为要治那个病嘛。今天用这个来合理化说，你们健康的人哦，就吃瘦肉精，因为气喘的都用瘦肉精，气喘可以用瘦肉精，你们健康的为什么不用瘦肉精？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的官一样哎。我们昨天在讨论什么？人代谢比较快，对，所以我们可以吃瘦肉精。今天跟你讲一个气喘都用瘦肉精，你为什么正常人不能吃瘦肉精？我想请陈总，你回家想想看，你们家这么聪明，可以赚四五亿，那你会分不清楚？你讲人家有病吃瘦肉精，这个合理化，正常可以用瘦肉精吗？他的态度很清楚，他就是要开放，不要讲你没有立场，不要讲你没有时间表，讲那么多话都在鼓吹瘦肉精没有问题啦，没有副作用啦，人代谢很快啊。我觉得哈，台湾人真可怜了。台湾人真的代谢比较快了，欧洲人代谢比较慢了，中国人代谢比较慢了，所以他们都不能吃瘦肉精，只有我们可以吃瘦肉精了。我再讲一次，人家是有病非得用这个东西不可，你要正常人也去吃瘦肉精，我觉得陈聪你是什么逻辑啊？是，我讲这个行政院长哦，过去大家讲伊是足专业的，金融专业，号称财经内阁，但是我讲一部政治未输五吨伊呢，足厉害呢。你看伊刚才讲得真专业吼，气喘药也有含瘦肉精啊，而且那个毒性比培林还毒啊。但是伊是用，敢那用专业在包装，伊在做政治炒作啦。啊，这种物件恁就伫用啊，这哪有啥啦？这代谢才紧，培林你有甲食食落去，哪有要紧？我对陈聪的讲法咯，第一，气喘药有没有用他讲的那些东西，我不清楚。哦，这个请专业的来回答。啊，剂量是偌济？啊，气喘药是一盖栽一罐吗？不是吧？咱看过拢是用喷的嘛，对不？气喘药吼，拢倒咧盘底，啊用刀切来。还有吼，气喘药有没有经过人体实验？一定有嘛。药品要上市要经过，那一定对，要经过人体实验，证明这个副作用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徐老师讲哈，因为要治病，你必须付出一点代价，这个没有办法，没得选择。对的，气喘药。要医师处方签才可以买得到的，你不是讲今天我去药房讲，哎，头诶，嘿，气喘药提一罐给我喷，拍谁不会晒？要医师处方签。那照陈聪的逻辑，以后我们买猪肉要开医师处方签。哎，你这个徐永明这个体质哈，一天可以吃3公斤。潘孟安这个体质比较好，一天可以吃5公斤。我细挖进，哎，那变成这样子吗？最重要的是，猪肉、牛肉、鸡肉、狗肉，是咱逐工拢有可能食会到的。而且大家不会认为说，你用气喘油啊，你不管假香油啊，你一定是遵照医师指示哦。一缸喷三盖哦，你袂使喷伤多哦。大家就乖，一缸就喷三盖。医生跟你讲，你一缸敢来当食三嘴猪肉，你会听阿姨的吗？不会嘛，猪肉好食就加硬两嘴啊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结果咱这个号称金融专业的行政院长哦，可以把专业用政治玩弄成这个程度哦。我觉得
2016陈冲，你有机会选总统。对，台湾人来。我感觉吼，陈冲吼，因为这吴敦义副院长吼，食一寡嘴烂了哈。但大概牛头不对马嘴，各道菜都乱倒一场。那看起来是马英九从过去2009年苏起去跟美国签订这个协议哈，要进口美国牛之后，他延续一直在，因为伫去年年底总统大选唔敢，起码要因为起码咱台湾面对的欧债的危机，起码陈冲也无提出什么具体的做法。起码美债已经要来，马英九欠了美债，要全国人付出健康来还。起码中债那个郑立忠已经在台湾了，已经跟你要了，未来不知道要要什么啦。那我们每一个人在马英九主政之下，国债是每一天的增加。那好，那你现在我们就回过来这个美债，这个美国牛。昨天的 FTA， 美国的 FDA 整个视频要关注局这里哈，一根公告用培林用这个瘦肉精的米，下去猪肉企业底下，已经到五到古今年三月为止，去年三月为止，已经死21万几诶九千几只的猪啊呀，干那只猪啊只全部只就死呀。家己饲了好，只爱就死啊！啊，你讲人食了无要紧，啊人无无因为破病，都是像那个徐老师讲的，那个逻辑你用在人体上，那你是等于是我们鼓励说，将来你陈冲你是一个安心内阁，你第一个送的大礼物就是让我们不安心的。你等于你开放枪支、开放毒品，啊，你要下警语，你还食了会死，啊，还袂使，还两兄弟人，那你等于是跟这个开放这个一样嘛？但我个人认为还是这样。我是觉得这是一出连续剧的，因为已经酝酿好要进来了，所以找了一些所谓御用学者去捍卫，然后呢又名义上办公听会。他说我这里我长办一张上礼拜年，我把产官学全部找来，我看那些官员讲的话，我才知道他们要开放啊。食品业，那咱台湾的 FDA 第一个成立的康局长，伊底下讲啊，这不要紧，不要造成。我说啊，人体实验都没有，所以我嘛坚持我的立场，就讲民进党立场很简单。我们并不反商，但是呢，怎样的一个目前那个Codec 这个食品法典委员会都还没有这样的规范典章制度，通通没有。那而且在我们台湾已经有禁药，就是已经在台湾的现行法规里面已经把这个瘦肉精定为禁药了。底下动物用药品管理办法内底都拢有已经有条文，里面用这种的时阵，就视为禁药了。啊！你即摆要甲开放，伊阁要用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要并行要甲开放，然后国民党委员阁要修法，啊！这边要开放，啊！这边要缩绑，我感觉这是唱双簧了。所以我感觉我们又缺乏本土型的那个所谓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啊！无做人体的实验呐。即摆是目前敢若美国廿六个人做实验，啊！拄啊阁其中一个走会剩五个人，欧盟嘛无爱，啊！但是咱的国家竟然要甲引进入来。佮加上，伊拢无咧想讲，即对产业的冲击偌大咧？对咱的食品，对咱的整个咱的畜牧业的影响，唔那是鸡鸭、牛、猪只，整整甲规个整个社会环境。潘伟，这个讲法叫做怀呀。啊是。你无感觉这个做怀吗？硬拗了。不但怀，一个透露出一个行政院长对医疗药品的无知啦。安怎讲呢？今天陈忠应该来向所有气喘病的用这种药的人道歉，病患道歉。伊的意思是讲，恁食迄较多，恁都无死，摕政府看卖有死无？伊有够苦哦，人迄是破病，迄气喘病偌艰苦的，咱高雄常常嘛咧喷尿去袂？人是不得不安的。而你若讲，你看迄病较多的，都来瘦肉精的内底，恁就会喷啦，啊嘛无死啊。伊甲兼讲一句话尔，我感觉一个行政院长，你的背景是财经。医疗这种物件，你交专业的来解说，人大家会当接受。你家己嘛知影，你对这外行的，你既然提这个比较，一个破病、气喘病，食迄个较毒的，瘦肉精就无死啊！啊，恁即马食这猪肉才轻的，你惊啥？迄个意思就是安尼嘛。这个是恁的宰相，恁的行政院长。台湾人你无感觉足悲哀的？你今日陈总出来讲，进口美国牛肉、美国猪肉有瘦肉精，对咱台湾的经济有偌大的利益？咱要安怎来赚这钱？我阁配合你讲，你讲真话，你专业嘛？你今日去讲气喘病有这种物件，迄全国做气喘病的人讲，哦，我内底食这原来毒素这么大，唔知倒一天有什么物件。罗大哥，你知道他真的懂这个吗？他不懂，他无聊跟他讲啦，他无知嘛。No， 他们只是分工啦、啊。我感觉这是有人啊。真正了解的人，甲讲用这点来讲，对，那些专业的人才知影气喘药内底有藏迄个物件。对，用就说用专业害人。对，是，欢迎，可以。他们有上过课啊，你忘记了吗？有找名嘴去上媒体沟通啊。
这些都是写好的剧本啦，从那个什么代谢比较快啦，什么还会把牛奶放在太阳底下晒啦，看哪个发霉啦，红姨再加上今天他讲这个全部都在推什么瘦肉精无毒啦，无害啦。可是我觉得哦，马政府你不要讲故事，你把数据拿出来。我觉得刚才委员讲得好啊，这些过程你都做过哦，大家再来做讨论。红姨没有，都没有证据哦，也没数据哦，连美国到底那个吃了瘦肉精是不是死了几二十几万头，农委会是否认哦，说没有这回事。那我觉得农委会你去美国查看资料是什么样子。红姨现在什么资料都没有，现在全部跟你讲故事。马英九在选举过程觉得哦，不会讲故事会输，现在开始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叫大家吃瘦肉精呢。是，好是。我讲过几多遍了，诈骗集团会经常换新台词，这只不过是一个新台词啊。不过大家承认，一逼吴敦义开厉害，吴敦义讲那个白海豚会转弯哦，因为这看人就知影陈冲今天是用似是而非的这个方法来给来给咱骗的。有气管药里面有这个成分无？应该是有啦，无人会提供的。啊，但是哦，伊故意干啥？噶所谓用药，好多一贯的棉花吼，噶徐老师讲，药品怎么能跟食品来比？伊这点哦，伊甲你欧白倒。所以我讲他用似是而非，一点啊真，一点啊假吼，甲你掺在遐。但是重点是啥？重点是要骗老百姓，赶快拿来骗。那有讲讲，伊敢唔知影讲讲这差别在倒位？伊知影，但是吼，目的就是讲，这个代志一定爱过，不管安怎骗，伊就一定爱搞这些瘦肉精过。所以我讲，即嘛唔免，我讲唔免甲因讲啥物道理，你也免甲伊回讲说气喘药里面有用多少量啊，都是迄回不了的。唔是，伊的目的唔是安尼，伊即嘛就讲讲出来我有一套说辞啊。我还不叫安尼做，啊！即嘛看老百姓安怎甲伊对抗的尔。这款逻辑哪会通？你知影啦，得癌症啊，会打麻木病人啊，痛个动袂掉，对吧？吗啡止痛，拢怕啥？吗啡止痛。伊买单讲啊，这别那个什么，人家都可以打吗啡，为什么我们不能打吗啡？这么破病人用这個，对啊，哎，破病人嘛用吗啡？那鸦片就开放就好了，因为吗啡就是鸦片提炼出来的。咱这嘛干工资吼弄不好，这叫做新愚民政策开始啊，赶快啊！他我的工他一贯的就是要愚民啊，要用骗的啊。结果吼讲法吼，甲伊的一贯的手段无同的尔啦。这嘛唯一就是安怎？唯一就是讲大家立场挑灾，想法要安怎改变，就那样那样。我感觉这不是新愚民政策，而是他现在已经把所有台湾人民当傻瓜、当笨蛋。我感觉想恐怖的不是真小人，想恐怖是像这种伪君子啊。你从马英九跟陈冲的谈话，你会相信他们没有预设立场吗？全部都有预设立场啊！不但预设立场，而且很明显就是要硬干，就要蛮干。这个说民调有七成反对瘦肉精进来，我跟大家讲，民调九成他也不管你啊。今年年底没有选举，没有压力，他硬干。我们从这一点哈，我倒要是要呼吁一下，昨天不是有一群什么郑汝芬啊、杨这个罗淑蕾、张家俊、罗淑蕾、张家俊，对，什么杨丽环，跟国民党团，已经要提案开始修法，要求阻挡瘦肉精。这些立委今天陈总讲话，你怎么不出来讲话？所以我跟大家不要玩假的，不要真的唱双簧。台湾人民眼睁睁在看，我讲这个案哈，那鬼料哈，英雄也不是干他今年呀。影响的是世世代代。我今日吼，伫淡水甲一挂这个养猪户跟养牛，迄有个人是一世人饲牛，迄讲着瘦肉精吼，迄规个面安尼翘起来讲啥？讲哦，迄真正是足严重诶。你看到这些吼养猪户、养牛户吼，他们那个表情、那种沉重的心情，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对不只对人体，包括对后代他们这个整个畜牧业影响有多大。但是政府蛮干。美国它是有六成，它是有一定的比例，它不是六成、六成是没有含瘦肉精，没有含瘦肉精。可是我敢保证，未来台湾一旦开放进口，逐步开放之后，是100%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否则这些养猪协会、这些畜牧产业，难道都广告吗？养猪协会已经酝酿到北上来抗议，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已经要蛮干到底了。是，等一下我们这个开放给大家call in，来先休息进广告。